那个臭豆腐的味道真的太重了，所以一直呈现红色的状态。臭豆腐配螺蛳粉那种臭上加臭的感觉真的很好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家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拍摄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vlog， 就是回答一些大家比较常问我的问题。因为像我们家离深坑蛮近的，所以我们很常跑来深坑觅食。我常常会发一些在深坑用餐的动态，就会很多人问我说：“哎，这是哪一家？”什么之类的。那我就来分享我们比较喜欢吃的店家。我们呢，现在鸡屁股已经买回来了，它是非常非常的大只，一只40块。好几年前就40块了，它现在没涨价。对，我曾经挑战吃它的鸡屁股100颗，那时候我们买100颗，他真的很惊讶。他用的这个鸡屁股是那个烘啊鸡，然后屁股就是特别大又 juicy。 后来深坑好像很多卖鸡屁股的，那我就喜欢这一间，价值盘超长。我们买了酸梅汤，然后还买了2瓶浓缩的。这一间是小编很喜欢喝的酸梅汤，很清凉的口味。但我还好，因为我怕喝这个胃口太好。那小编很喜欢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喝喝看。我买到了，这样呢一串是55元。我们吃来吃去最喜欢这一间，这是我们每次来必吃的。但因为最近呢物价上涨的比较快，我记得我好像是从35到现在55。那酱就是带点甜甜的，然后花生香蛮重的，里面又很 juicy， 然后配菜可以选，一次选2种，然后它有很多种配菜。是我们最近蛮喜欢的一间，因为很多人来都会吃王水城，其实王水城也很好吃，但这间就是我们觉得价格便宜又好吃，蛮符合我们期待。对，每个孔洞吸饱了汤汁，超棒。然后我们还点了它的炸豆，就是来这里呢，就是要一直吃豆腐类。刚炸起来，刚炸起来真的超好吃，超脆。我以为爆汁。那蛮多人来这边都会点那个白斩鸡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吃白斩鸡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点。
那炒面也蛮好吃的，80元分量蛮多的。那鸭血我觉得比较一般，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鸭血派，我一定要吃豆配鸭血。现在我们已经简单的吃完了，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外带生豆腐。回去呢，再跟大家说我们最近喜欢的吃法。嗨，我们现在呢，生臭豆腐刚刚在深坑吃的，买回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喜欢的吃法。它的臭豆腐真的很好吃，我要把它煮在螺蛳粉里面。你准备一下吧 ，Go！ 那趁它滚之前。我先来回答一个我很常很常被问的问题，因为我实在太爱在客厅煮东西了，而且因为拍摄也都会在客厅，大家都会问我说残留的异味怎么办，我都是用哪一台空气清净机。好的，我现在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一台呢 Honeywell 的抗敏负离子空气清净机。当然去除异味只是它一个很基本的功能，它最强大的功能是在于抗敏的部分。我个人呢对 Honeywell 应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情，因为我以前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是住医院宿舍，我买的第一台空气清净机就是 Honeywell 的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过敏儿，我有气喘，又有异位性皮肤炎啊，又有过敏性鼻炎，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过敏儿。所以那时候我买 Honeywell 呢是全国电子的员工推荐我的，那我也一用用了7年，是直到我离职要搬离宿舍，我才把它送给我的室友，他还是一样非常的勇健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。因为 Honeywell 呢算是美国一个空气清净机的领导品牌，也是最多医师推荐的。然后我这次买的型号呢是 HPA710WTWV1 跟 HPA720WTWV1， 它其实这两台的差别在于大小，就是使用频数的差别而已。但是这一台就是适合比较大频数，这一台就是适合比较小的频数，像房间，然后大台就是在客厅。冷静一点。为什么会选这台呢？首先因为它是 DC 省电马达，省电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空气清净机开的时间都很长。再来我觉得它操作非常的简单，然后它还有颜色呢可以区分你现在的空气品质。它的面板操作真的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一目了然，就是你只要按下开关，它就会开始自动侦测空气的品质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可以自己调整风速，然后也可以按自动让它自己侦测，也可以开启负离子。然后睡眠呢，按下去它声音就会变得很静音。然后也有铜锁，就是怕小朋友来乱按，它也会提醒更换滤芯。另外呢，也可以设定时间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这些粉色。因为我们一直持续在煮，那个臭豆腐的味道真的太重了，所以一直呈现红色的状态。因为我现在在拍摄，所以我把它调小一点。还没变 orange 呢？还没变 orange 啊。变 orange。它最强大的功能在于它有四重过滤网，它其实轻松就可以拆解了。首先呢，第一重这个就是前置水洗滤网，它就有点像冷气的那个滤网，它是可以水洗的，主要就是过滤比较大的颗粒跟毛发。像我们家有养猫，会有一些猫毛，它也可以吸附在上面。猫咪呢？你去找猫咪好不好？妈咪。然后第二层呢，这个就是颗粒活性炭滤网，它看起来像蜂巢一样，它主要就是过滤一些异味、烟味或者是甲醛有害物质。
接着呢，第三层这个是它的 HIPAA 滤网，它主要呢是可以过滤 PM0.3 以上的微粒，高达 99.7%， 所以一般呢那种 PM2.5 它是可以高效过滤，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过敏源。最后一层呢就是负离子主动除菌，就是你可以开启负离子功能，它可以吸附微尘啊、异味啊、病菌等等的。根据 SGS 认证呢，它可以 99.99% 有效去除冠状病毒还有 A 型流感，并且它有八大病毒滤菌报告，是不是非常的厉害？拍手拍手。身为呢全家都是过敏了，然后家里又有养宠物又有小朋友，选择一台功能很强大又可以降低过敏的空气清净机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大家问我很久很久了，不要再问我了，就是 Honeywell。 好，我们现在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把最后的东西加下去。我觉得臭豆腐配螺蛳粉那种臭香加臭的感觉真的很好吃。我目前真的觉得没有比深坑更好吃的臭豆腐了。我们今天吃了好多臭豆腐哦。对，它豆腐真的很饱满，吸饱了汤汁。如果大家有去深坑玩呢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几间店真的就是我们每次去几乎都会吃的私房。对，然后也会外带臭豆腐，大家如果外带臭豆腐回来一定要试试看，很棒。我们大概平均一个月会去深坑几次啊？一两次哦，但已经算是我们蛮常去的景点。嗯，你是想到每次就会去一下，但其实我们都没有待很久，就吃完买完就赶快走了。而且我觉得最近我们去深坑的时候，觉得人变超多了，人潮都回流了。对，大家注意防疫哈。好啦，今天呢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，大家常问我去深坑吃什么，或者常问我空气清净机的问题。如果跟我们一样呢，就是有过敏的困扰，或者是家里有养宠物，或者是有异味的困扰呢，然后不知道选哪一台，我觉得这一台蛮可以参考的，因为是大品牌，又保固，然后又耐用，本人我护理师推荐，然后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，好开铃铛，然后记得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拜拜。